逾越节到了，耶稣打发彼得、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好叫大家一起吃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坐席，12个门徒也都来和他同坐。是啊，多不容易啊！很高兴在这儿和你见面呀、啊，福泽。我们大家很高兴和你一起过逾越节。是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很高兴。哎，福泽，谢谢。他们到处都在谈论你的事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福泽，是啊。加利利的人说我是谁？有人说你是世袭约翰，他们不相信他已经死了。其实他们知道世袭约翰已经死了，死了，可听他们说他又复活了呀。是啊，又复活。我听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。以利亚，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、以西结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说我是谁？我说你是弥赛亚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彼得，你说这话表明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这话不是出自你的肉体，而是来自天上的父。你叫彼得，就是磐石，在这磐石之上我要建立起我的教会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将天国之门的钥匙交给你。你们都听我说，彼得他说出了真相，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另一个时刻到了，我们要进入耶路撒冷。哎，是的，夫子，我们一定要去，全城的百姓都在等着我们。对，是啊，夫子，以色列长老一定会认识你，认同你的。对，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不会的。犹大，在耶路撒冷，人子要被祭司和长老们拒绝。被他们定罪，交到不义的人手中，鞭打他，鞭打，嘲笑他，杀死他，杀死他，杀死他，夫子要死。然而三天之后，他必将复活。我心里有话想对你们说，为了这逾越节，我来到世上，我和你们在一起不会太久了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夫子到哪儿我都跟着你。是啊，我们也愿意为你舍命。是的，我们跟着夫子。彼得，彼得，就在今天夜里，在鸡叫以前，
你要三次说你不认识我。我怎么可能？我不会。我永远不会不认你。我们也是。你们都会跌倒。牧人被击打，羊就散开了。彼得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好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在回头以后，一定要激励你的弟兄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啊，出卖？这出卖，夫子，这是谁要出卖你啊？夫子，我心里难受啊。难道是我吗？是他吗？会是他吗？人子必要死去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然而，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是啊，肯定有祸。怎么想出卖人子？同我战守在这盘里的，是要出卖我的。对，怎么了？你要做的事情，快去做吧。啊？去做什么呀？关键是谁会出卖我们的父子？哎，哎，犹大要去哪里？不管他了。这逾越节今天是要叫你们摆脱死亡的捆绑，得到生命的自由。你们拿着吃了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而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吃这饼，也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现在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们。人最大的爱心就是甘愿为朋友舍命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来吧，我们吃吧，吃吧，来喝，父啊，
时候到了，荣耀你的儿子，好叫儿子荣耀。求你保守看顾赐给我的这些人，我不仅为他们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而信我的人祈求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阿爸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挪去，然而照着你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凶手，凶手！夫子，你以亲吻为号出卖我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来来，看这群人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印度哪个是耶稣？抓住他！来来，过来看看。哪来这么多人？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啊，就是那个人，进去就打。抓住他！就是他！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犹大，你这个叛徒，你出卖了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不！你们干什么？不！你们不能这样！把他们都抓起来！我不，我不，谢拉，你们拼了！谢拉，放开他们！你们要抓的人是我。我跟你们走。不，夫子，夫子，不要跟他们走。夫子，不，夫子，夫子，哎，你们干嘛？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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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夫子！你们都将看到，我会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。夫子，把他带走，夫子，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，他有最后的权柄，审判和定罪。走，
夫子，夫子，夫子。